Wicked! 大家来说笑，欢迎节目主持人康康定分。大家来说笑，到底来听笑？哇，你嘛是真老练的吼！哎，就这朋友来的，我嘛就想要问伊，什么叫做巡守队？来，我们来问看伊呢，哈！赶快介绍今天的好朋友啦，来自新竹县新丰乡埔和社区，他们是红毛港巡守队的所有大大姐，欢迎你们！评审团啊，第一位是我们红毛港巡守队的队长哦，陈根颂先生。第二位是我们的副队长李全浩先生。第三号是魏素珍小姐。接下来是我们的分队长谢建农先生。欢迎四位。巡守队应该的是。啊，就是队长都在带你接话，就是在港口那边巡逻，巡守，就是保护，就这个注意这个治安这样子。对，还有救灾，这是义工吗？义工形式的嘛，没有帮忙警察分担一些工作。哦，就是说这个地方的人力，对对对，集合起来，来，赶快来介绍今天的一本人。哦，今天不要开玩笑，今天的三位特别来宾。全部拢爱拜拜，都是佛祖啊，对，都是神明啊。来，第一位是桃园的侯立芳小姐，大家好。高雄的赵翠华，梅小姐，大家好。台北的周伯君，大家好。我们知道这个侯姐演过妈祖，对。那个长芬姐，长芬姐，你演妈祖、观世音、何仙姑、祝生娘娘、七仙女。哇塞！所以道教的神明，女生可以演的，你都演完嘞。还有一个，还有那个瑶池金母还没演过。哦，这瑶池金母还没演过，快要升级了。再来这一个呢，是演一个修理汽车的嘛？修理汽车，技工嘛，需要。对呀，技工啊。你上爱红就是这个技工，其实你演技工真正无第二人选。为什么？哎呀，啊，你老爸就是技工啊，你嘛是技工。不知道，我爸爸是演过啊，一起演鬼啊，我蛮会遗传的啦。对啊，对，你演关公就不会像啊，对，差太多。包公、挖公，金家公差太多，只有济公最适合。济公有够像呢，对，啊，你就是幽闭胜伴唱大勇，很久以前那种。走完就是林美珍出来了，林美珍就温翠萍，对呀，啊，大家都有那个年轻时候的事情嘛，对嘛，对嘛，好啦，接下来先请康康来示范一下，康康爱说笑。有一个人哦，他们家里常常都招小偷，哎呦，就是有贼偷哦，就是那个地方没有那种巡守队，就是嘛，所以点贼偷，然后他呢就想了一个办法，不要乱嘞，去买一只狗啊，好，养狗嘛，对嘛，饲狗啊，啊狗啊拢会改，够处嘛，够处，够会改，这个小偷甲关照，伊就去宠物店，就买一只狗，你只要有只狗啊吼，会当帮我甲小偷。我跟你讲，有嘞，我才吃狗啊，拄啊人起来卖呢。哦，我即个做够够厝的，较早吼拢改拆啊改啊呢。啊，因为即下吼，因全家移民到美国了，啊，想讲狗啊得留在台湾，啊，得卖我，啊，即只足有经验的。哦，啊，讲真嘞啊假，真嘞啊得，得卖倒去啊呢。经过一礼拜哦，看来要换啦。啥换啦？我卖搞的。退，即只退货。卖我一万，伤过贵。讲啊是安怎讲？我柴拉来阮厝，我偷摕500块，这只狗啊，拢无安怎？
佫会晓看，拢无肥呢，啊嘛无甲加，吓啦，啊那安尼你佫无讲，做够加，你佫讲讲欢迎光临，伊就讲，那安尼讲啊，你嘛袂当怪这只狗啊，因为吼，这只狗啊，顶一个主人哦，因厝做好起啊，唔够我都移民，对啊，啊你迄五百块，伊根本无看得开，五百尔啊。所以没叫啦，五百块狗也会认那个钞票，狗眼看人低啊，看不见那个钞票。对呀，了解了解，好讲得好。好，第一位要跟我们讲笑话是侯立芳小姐，欢迎立芳姐。立芳姐好，大家好。演这个妈祖也是演很长的时间嘛，我演了六年，六年的青春呢，大概是破了国内演妈祖最久的一年。NJ 都没当那个新贵，就是要吃要晋升啦，要吃素啦，然后也不能跟老公太亲热。我刚要演的时候，我跟我老公讲说，人家说他晋升，嗯，然后我说你要演多久？我说大概要演半年。他说那不必了，是什么不必演了，还是说我们两个就不必了？他说哪有谁讲的？他说谁讲的？没有啦，就是说没有，也没有人规定啦。对嘛，没有人规定，只是没有人规定啦，只是对呀。像我戏服一穿上身，我就是妈祖的化身，我绝对都不可以。这个是真的呢。像有一次啊，我就跟你跟那个咸蛋超人讲话，他都不理我。嗯。就是他扮咸蛋超人，他要写那个同意书，就是说，当你扮超人这些东西的时候，就是像我们这游乐园不是有那种吉祥物那种都不能开口的。嗯，真的吗？因为你开口就他是个不开口的嘛，他不能开口。嗯，所以他就开口就破坏了他代表形象，那個对，所以他们都要写那个的。切结束。可是我有遇过一个是偷偷跑来跟我说学长学长这样。不要说我跟你讲话哈，还是会有人那种，对，不小心的啦。他因为他突然讲话会吓到人。我演了妈祖以后，不管坐船呐、啊，坐什么火车啊，出去玩呐、啊，大家都会讲啊，妈祖来了，贼鸡饼啦，贼鸡饼啦，啊，我妈祖在哈，那有保庇啦。妈祖会保庇我呐，哦，都这样。啊，无人叫你讲，林小姐啊，你讲无啦，我姓何，你讲啊，你名林默娘，我跟哪个嫁啊？讲个笑话，讲个，我知道你很会学一些方言啊，不是，地方性。今天不是讲那个，今天讲是有一点那个谐音啦，谐音，像有一个有一个这个女孩子哈，她有一个朋友哦，好，她要找她朋友，那她的朋友在人事室上班，在人事室上班哦，人事室打电话去，人事室啊，人事室，我们讲人事室，打电话去，人事室哈，对你找谁？请问阿花在吗？哦，他已经不在人世了。他不在人世了，我上个礼拜才跟他联络过，他到底是怎么了？他是生什么病？还是他出车祸？怎么不在人世？他说你在干什么？我跟你讲，他不在人世是了啦，他已经换到别的办公室去了啦。对，那另外有一个小朋友啊，他在接电话，突然电话铃响了，妈妈说：“小明接电话。”我接电话。你接起来，喂，请问你找谁？啊，他妈说到底找谁了？妈妈，他要找阿里巴巴啦。他说找谁？他妈电话也拿起来，你找谁啊？阿里巴巴在吗？阿里巴巴在不在？阿里巴巴啦，对，前面会有巴巴啦，阿里巴巴在吗？然后一起阿里巴巴，阿里巴巴对吧？他讲。那个阿里巴巴在吗？小孩子唯一知道的卡通人物就是阿里巴巴，所以他不知道怎么回答，找阿里巴巴怎么找到我家来？他就说芝麻开门呢。那另外有一个反共意识啊，以前我们都讲说，简单讲，他就是义包嘛。义包有个义包，他去夜市买东西呀、啊，他去买东西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哎，老板，你要给我算便宜一点哦，因为我是义包哦。”那旁边也有个顾客就说。啊，
包要算便宜啊，老板，那你要给我更便宜，因为我比他多两包，我是三包。他是原住民啊，原住民的，哦，原住民就是要三包，三包，嘿，来来，今天难怪你排队排弯弯的，你排完组哦，排完组。来来，今天有带照片来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对，我今天有，我有带照片，这个照片是大概民国七十八年。这是妈祖吗？对呀、啊，这个妈祖的头冠有三斤重，哎，每一次哦一戴上去哈、哦，拍戏的时候这两个骨头啊卡到，因为它那个冠里面是一个薄的木板做的，哎，抠的这个地方哈，哎呦，头戴完了以后头会痛嗡嗡。其实我们戴两边还会磕红。我们戴头套啊，有时候戴头套就很重。就很重，然后他又有珠啊，有什么的、哦？怎么会找你去演妈祖呢？对呀、啊，我当时我也觉得制作人，我后来我问制作人说，我不是演员，你为什么会想要找我演妈祖？后来他就说，当时我们真的找不到，不知道要找谁来演。他说在台视哦翻遍那个演员名册，演员呐、啊，歌仔戏的演员呐、啊，歌星啦、啊，主持人，最后看到我的名字说啊，就这个最适合。那我说我不是演员呐、啊，他打电话我说我不是演员，我不会演戏，你不用演呐、啊，你只要往那边一站，开口说话就可以了。哎呦，哈，这妈祖就要这样。我说那我不会讲台语，他说没有关系，你用国语讲，那我们请人帮你配音。然后我说那我是信天主教的耶，啊，他说没有关系，宗教到某一个境界都相通。哎，讲得好。那我就把妈祖当成我们天主教里面的圣母玛利亚嘛，嘿，对。那我说，可是我很胖哎，扮起古装来很胖。你一直找借口不演。对呀、啊，后来他就说没有，妈祖就是这样子，大大的、服服太太的，所以我没有任何理由。后来我说，那你怎么会想要找我？他说，台湾妈祖的信徒有几百万人，他说我不能随便找。那你因为在这个演艺圈里面十几年，你的形象都很好，那你的婚姻生活也很好，有儿有女，家庭很幸福圆满，所以找你来演妈祖就最恰当，但也是因为演了妈祖之后，我就觉得，工作还蛮不错，妈祖很照顾我，所以现在我走到各地，只要有妈祖庙，我都会去拜。哦，那你演这个角色遇到什么好笑的事情吗？好笑的事情啊，那个时候我们中网有招待我们主持人到大陆去旅游。那去大陆旅游的时候呢，就常常会碰到我们阿公阿嬷的团体，又到那边去玩，然后一看到我呢，就一直抓着我要拍照，所以每到一个景点我都玩不到，都跟阿公阿嬷拍照，变成观光景点。对，结果那个当地的那个有地陪嘛，每一次我们同仁都上车啦，那我还在那边被大家围起来拍照，那个地陪每一站都要下来把我抓走，要救我啦。哦，那后来地陪就问我们同事说，哎，这个侯小姐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走到哪里去，人家都要跟她拍照？对啊，他说啊，你不知道她演了妈祖啦，那阿公阿嬷都喜欢看妈祖连续剧，所以都要跟她拍照，还要叫她签名。哦，好，以后我每到一站我都要去救她。他这样，那我演了妈祖以后，不管坐船呐、啊，坐什么火车啊，出去玩呐、啊，大家都会讲啊，妈祖来了，贼金饼啦，贼金饼啦，啊，有妈祖在吼，那有保庇啦，妈祖会保庇我呐。哦，就这样。啊，无人叫你讲，哎，林小姐啊，你讲无啦，我姓何，啊，你名林默娘，你怎么来嫁啊？然后那小孩子讲话讲说，阿姨，阿姨明来哦哦，好、哦，那我说没啊，我的某某个没啊，我以为是有脏，哎呦，嘿，然后他妈妈就说啊，你的面规翻乌啊，那我那时候我就很害怕，我就赶快看镜子一看，我记得很清楚，我是被那个梦里面看镜子啊，对，我是被那个梦吓醒了，因为我看到你的脸整个是黑的，被吓醒之后，隔了大概两三天，然后电视台就打电话过来，希望你来演这个，邀请我演这个小欧比妈祖，我真的也吓了一跳，所以这是老天爷的旨意呀。你这个记得周伯君讲话，伊嘛是规个面拢乌的，今天结果伊是想你乌多拜啊，不庆我早点乌。来，今天来还是要唱一首歌。好，哎，这个是《初恋女》，来鼓励鼓励，掌声鼓励。
走遍漫漫的天涯路，我望断遥远的云和树，多少的往事仍重塑，你呀我难忘你安稳的眼睛，我知道你那沉默的情意，你牵引我到一个梦中，我却忘记你，啊，我的梦可以忘的人，啊，受我最初祝福的人，终于我灌溉着蔷薇。给我们几分？来，评审请举牌。第一位陈根宋先生，十分。李传满先生，九分。魏素贞小姐，十分。谢建农先生呢？十分。哎，谢谢立牌姐。好，再来是我们的梅长芬小姐，欢迎长芬姐。来，今天那个长芬姐来我们节目，听说哦，来录影还带了护花使者来到这里哦，那是谁呀？啊，好可爱哟、哦！那不是剪肠啊，你偷吃啊？劈腿？哎，这个姐，啊，你这关郎姐切糕呢？跟他在一起一定很快乐的，对啊，看那位先生，看起来是很福气的了哈。简长说做我老公很好做，很好啊，真的哈。来，那今天长芬姐既然来到我们节目，也是要来帮我们贡献几则笑话。好，来鼓励鼓励。我第一个笑话哈，第一个讲的是那个回礼。回礼。对，从前哈有一个女儿，她年纪很轻，还在读书，她叫小芳。小芳。嘿。那他平常很乖啊，哈。那有一天哈，突然在镜子前面擦口红。哎呦，不是有一天，是那段时间每天在那擦口红。哎呦，他妈妈看了就很担心。小女孩长大了。对，他妈妈就说：“哎呦，以前很乖耶，从来不化妆，怎么现在最近常常在画口红？”嘿，他就很担心啊，就问他女儿，就说：“哎，就说，你这个口红是谁给你的？是谁送给你的？”他女儿就说：“同学啊。”嘿，他妈妈就想说：“哎呦。”他干嘛？千万不要是男同学哦，会不会是交男朋友了？哎、他妈妈说：“是男同学送的吗？”“对呀、啊，男同学送我的、啊。”“哎呦！”他们想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其实他真的交男朋友。他说：“不行不行，你口红赶快去还人家。男孩子送你东西哦，都是有企图的。对，而且哦，现在还读书，不要交男朋友。”他女儿说：“对啊，我正在还他。”他妈妈说：“啊，口红在你手里面，你明明在画口红，你哪有还他？”啊！我就每天画，每天画，每天还他，用嘴巴还他。就是我画完之后，然后亲，然后我就还你了，我就口红就在你脸上啦。对呀。哦，来，这叫完蛋了，真的交男朋友了。对呀。来来来，再来讲。再一个笑话就是，哎，新仇旧恨。哎。从前哈有一个叫小康，他是一个惯窃，哎呦，偷东西，惯窃就是常常偷东西有记录的人，对不对？被抓到好几次，他没事就手痒啊，就一定要偷东西啊，常常被抓。可是因为都是小事情啊，所以进进出出派出所，进进出出法院。可是那一天他又偷东西又被抓了，抓到法院去啊，到了法院，
那法官就跟他讲了哈，说你这一次哈，你最重可以判五年哦。相比对五年对，然后法官哈一看，哎，你刚才金炳星呢？哎呦，刚才把跨过你呢？嗯，啊那个小康啊，啊，对对对，就是我。法官你忘记我了吗？法官说你是，他说我在哪里见过你吗？他说。我就是十年前哦，介绍恁某，让你认识迄个啦。哦，嘿，法官说，哦，都是你，都是你哦。哇，那个小康啊，就想高兴，好高兴，对，是法官的媒人，他就想说，最高是五年嘛，那可能这次可能又是缓刑，对，可以不用。法官说，我判你20年。哇，知道吗？你让我生不如死，还把我老婆介绍给我，没判你无期徒刑，每天觉得你好好的嘞，每天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我恨死你了，真的。他说我是唐三藏啊，啊，我就说怎么可能我那么好色？他说因为你上辈子都没玩，所以。然后他说，而且你有没有发现，很胖的人都跟你很好？我说还有很瘦的人，我说这是什么理论？说啊，很瘦就是孙悟空啊，啊，很胖的就是猪八戒啊，这样。那你跟谁很胖的人很好啊？就龙翔啊，还有 Steven 啊。就你男朋友啊，你也跟我很好，蜘蛛精嘛。来，听这个，我们的那个长芬姐也是有演过很多这个道教神明的角色。刚刚讲很多，对。那今天的照片是带哪一张？我今天有带。这个照片是跟侯姐一起演那个《妈祖后传》的时候，哎，我是演那个欧比妈祖，欧比沙妈，但是这个脸没有欧啦，这个脸是妈祖还有分哦，嗯，对呀，我是短妈，你是短妈，林默娘是短妈，对，那每一个妈祖的戏里面没有短妈又不行。短帽的戏比较少啦，没有短帽。啊，你演的是，我演的是主要是那个戏都是演三妈。对，那他这个是三妈，哎，三妈是欧宾呢。欧宾呢？可是他这个照片是已经到凡间来了，到投胎到凡间来，那就是等于说又遇到一些什么什么妖魔鬼怪，然后再穿上那些那一套战服，再跟他们作战这样子。所以他脸黑脸的沙骂吗？黑脸的，因为那个时候都在电视台里面。他们说在台湾都是沙骂欧米耶。对，沙骂不是在卖臭臭锅吗？沙骂臭臭锅。哎呀，还讲好讲。对，根本没礼貌。其实妈祖神明每个人一个一般见识，也刚刚妈祖有三位啦，三个。短骂是林默娘在大陆的嘛？人家说短骂是短骂就找了。二妈、三妈，对，那三妈是欧米，三妈就是在台湾。欧米耶哦，欧米耶啦，欧米。那二妈，二妈是在南洋，对。哦，他们是说短袜是粉面的，那李妈是金面，然后三妈是欧面的，而且阿三妈是比较凶。哦，三妈卡派，所以其实这个菩萨是幻化成各种样子，对对对对，对不对？刚刚侯姐说她是天主教，我吓一跳，哎，我也是天主教，哎呦，啊，你们两个都是天主教，但是那个谁，土地公有没有石松大哥？他基督徒啊，嘿。他也是演土地公啊，所以也是演道教神明，所以万教归一，这个应该是这么讲，而且还有看你的这个人。然后你平常做的事情，你的形象，像我也去演修女啊，我也演过修女。然后最近那个大爱，那个慈济大爱台也要叫我去演一个师姐。哦，对，我觉得可能演这种神明，因为这些人哦，都是在帮助大家的嘛，度化大家的，有这个使命，有这个天命，然后大家磁场都很相近，所以演的戏路都差不多。你们都很好的，像我们也不可能有人要找我们去演。哇，你很神明。我演个 N 场，你没赛啦！哎，其实你很适合演沙悟净，哎，笑不笑？笑不笑？可是我去被催眠啊，他说我是唐三藏啊，啊，我就说怎么可能我那么好色？他说因为你上辈子都没玩，然后他说，而且你有没有发现，很胖的人都跟你很好？我说还有很瘦的人，我说
这是什么理论呢？阿寒寿就是孙悟空啊，阿寒胖的就是猪八戒啊，这样。那你跟谁很胖的人很好啊？就龙翔啊，还有 Steven 啊，就你男朋友啊。啊，你也跟我很好，蜘蛛精嘛，想吃我的肉。还好，我来问一下曹芬姐，但那演这个角色之后有没有遇过什么有趣的事情？哦，刚刚好，也是一直拍照啊。没有一直拍照，那个拍照那个是在摄影棚里面人家帮我们拍的。那我记得哈，在演妈祖的时候，那一段时间刚好在上演，那我们常有秀场啊，那时候做工地秀啊、晚会、庙会。我记得哈，我有一次唱一场庙会，因为我们那时候碰到大家会膜拜你哈，那个是习以为常，真的会这样常常碰到，就是在路上看到啊妈祖，赶紧拜起来，对，赶紧拜啊，嘿嘿，等于说好像说求一个好运。那次我碰到的是哈，我在台上，我从上去唱歌哈，然后一个妈妈抱着一个小孩子，她是站在我的正前方，她就嘴巴念念有词，囡仔的主头一直摆，啊妈妈的牙还囡仔手安尼一直摆。那因为我在唱歌，我觉得有人这样子一直拜，你会觉得很怪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就一边唱，我就故意走到旁边一点，就不要让他拜到，因为毕竟我们是凡人嘛。对啊。可是我走过来，他妈妈又带小朋友走，又走过来又跟着拜，嘿啊，我就这样故意唱歌这样走，他又跑来这边拜，结果哈，结果那唱完了，主持人在访问的时候，那妈妈的给他去玩，他说：“梅小姐哈，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？我有一个问题。”我说：“什么事？”什么代志？伊讲哈，他手中的小朋友，我记得好像是两岁多哈。哎呦！伊讲哈，那一段时间唔在想喏，身体一直不好，然后看医生怎么看都检查不出来，哎呦，嘿，没有病。可是呢，晚上没办法睡觉，就每天哭，嘿，每天哭。伊讲可以修肝好啦，修也是收不好。然后他就说：“你可不可以帮我抱一下我的小朋友？”嘿，那我就这样子，我就帮他抱上来，抱一抱，哎，就跟那小孩子讲讲话，哄哄他，这样子，就是说让我印象很深刻。他们因为哈，因刀好信沙妈，他也是三妈的信徒。哎呦，对，所以我想很多神明是透过演员呐、啊，因为演员是一个偶像嘛，他是一个形象可以深入人心，所以其实你们可以说扮演他们这个角色其实是功德无量。对，其实扮演这个角色，我们要更加的谨言慎行。对，对不对？哈，要好好的把这个角色发挥到最大的极限。而且哈，刚刚侯姐在说哈，你说制作人为什么会找到我们演戏？其实我要演这个《欧美妈祖》之前哦，我真的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。哦，真的有神机。因为那个时候我不是台视基本演员，是。那个时候就是三台默契，那时候只有三台的时候，对对对，那个默契非常的。那时候应该在演电影的吗？对，我那时候是演电影，然后就是我台视，我曾经演过一档戏，那时候要选，因为之前是那个郭美珠郭姐演的嘛，那怎么也不可能我会想说会找我，那时候我闽南语不是很好，可是对我就是有一天哈，我做了一个梦，那个梦哈，因为片片段段已经忘记，我只记得说。我跟朋友讲话，然后抱他的小孩子在哄那小孩子，对，然后那小孩子讲话讲说：“阿姨，阿弟明奈哦哦，好。”那我说：“没啊，我的某某个没啊，我以为是有脏。”有嘿，然后他妈妈就说：“啊，你的面规翻乌啊。”那我那时候我就很害怕，我就赶快看镜子一看，我记得很清楚，我是被那个梦里面看镜子啊，对，我是被那个梦吓醒了，因为我看到你的脸整个是黑的。我以为说中毒了，哎呦，嘿，然后就是被吓醒之后，隔了大概两三天，然后电视台就打电话过来，希望你来演这个，邀请我演这个小欧美妈祖，我真的也吓了一跳。所以这是老天爷的旨意呀。你这个记得周伯君讲啊，伊嘛是规个面拢乌的，今天结果伊是想要乌多巴，乌手乌面乌，结果怪我直接把然后叫 NG 工。所以这个今天常芬姐哈来到我们这里，还是要扮演那个平凡人的角色。没有，这不是平凡人啊，这个是平凡人。他是三妈嘛，我们多一个妈就好了。妈妈挂瓜签，这个是我曾经在中视这边主演的一部连续剧，真的主题曲。来来来，掌声鼓励。到底什关系？介绍你是我小妹，不敢讲坦白。
虽然是因的暗坎，心内感觉真难过。因为我念在歌单，最需要是歌迷。青春上舞台，表演歌唱，引人迷魂笑纹纹。因为我念在歌单，本事赚钱。情的轮回，每个你心肝乱纷纷。太帅，这首歌吼，唔捌唱过。好听，好听，谢谢，谢谢。今晚就要唱出来。好，啊，都你来讲白啊。我是 Andy 的妈妈。妈妈是歌星。哦，你乱接哈，歌词都忘了。没啦，臭皮头。来，评审可以给我们几分？来，评审进去排，第一位陈根宋先生，送啊。李晨浩先生，送啊。魏素珍小姐，九分。谢建龙先生呢？九分。好，谢谢谢谢乔美姐，谢谢。来，好，再来就是我们这个伯君一校的周伯君，欢迎。好了，穿这公衫啊，穿啊，就提开始啊，去啊，差十几个吧，差十几个。有迄个弥勒佛，这个左手边，依咱这边看是左手边，行出来你知无？行出来，我就嘿嘿，啊，你行，我就看到余光就看到嘣嘣嘣嘣嘣嘣，十几个拢跪落。哦，好像电动玩具哦。十几个跪落，就是拜啊，这公司啊，老早哦，那太早就来。这里要跟我们讲跟神明有关的笑话啦。哦，这个真好笑，咱讲实在哦，较早的人哦真嗨。若是讲哦，无多跟你感应到吼，就用这个庙去求大家乐，你甲看嘛。对啊。哦，大家乐，什么走去什么倒位望的啦，啊无就走去倒位什么山顶倒位庙啊啦，哦啊就一届哦，有一个人啊，伊叫伯君啦，哦，周伯君，周伯君，我只讲我会使啦哈，伯君啦，伊就走一间庙咧求，你知无？哎，就求大家乐和嘛。哎，烧香去了有哦，可能有迄烧香可能烧无过啦，是歪歪啦，啊，怎啊？这个香炉吼，啊，出现什么味？什么？什么字？数字？什么数字啊？哦，看起来很像四哦，很像一哦。这个这样尔啊明显，这一定爱对的嘛。哎呦，哦，等于加火就卖啊，你知无？就开始哦，千差千几万。一届就变好个啊！哎呦，但是我跟你讲，真正无掉，一定无掉，真正无掉啦！心都我看头都真硬啊，规个家伙规拢落去啊，来走去庙啊，你知无？就足气的，趁无人的时阵哦，就改新尊哦，一挂这个啥物落难之神就是安尼来，哦，巩固了，提起来生气，就甲骂这神明，就甲骂，怎规气怎甲拼出去庙外，哎呦，哎呦，吼，佫撞出去，唔甘愿，你知无？佫连庙诶新尊直直斩了，哎呦，唔满意，规百块无透，你知无？哦，一桶瓦斯，吼，一支番仔火，怎规气甲庙放火烧掉？哎呦！哦、这个人哦，伯君实在是唔通安尼。我刚才是讲你。啊，他伊安那只心肝哦，惊着，你知无？嘿，赶紧的，就走啊！
惊讲当地人会找伊啊，啊就走。伊的嫌疑上个大，上伊就是你嘛，签上大，大家嘛知影。啊，佮敲一通电话吼警察局，你知？讲吼火烧啊，全紧闹跑，你知？唔敢伫当地，才三四年啊，倒来了哦。安尼啊话，迄间庙吼，佮较兴啦。啊，唔烧烧了。烧掉啊，那兴啊，愈烧愈兴。哎，就畅听一下。怀疑啊，就问，哎，就问下，啊，这间庙呐，今麦呐这兴，听讲较早唔是。啊，有影就对，我跟你讲，阮较早这间庙吼，啊，就是去用放火烧掉的款啦。哦，烧到安尼啦，但是我跟你讲哦，谁来兄弟走？阮的新尊哦，家己走出来敲电话呢，你来看嘛。新尊，我很在讲耶。太外高嘞，哦，一定厉害了啦！这把变成大金给标，原来是这样。来来来，来来来，今天给咱嘛有加工的嘞，有带照片。哦，有啦。哎，这是济公，哇，你济公的时候，哎，那是济公的时候。这个是恁爸吧？哎，对，哎喂，哎，你真正甲恁爸够讲的哦。那种父子俩。哎，那来逛街，这是在哪里啊？后面好像人山人海。这是在一个那个游乐场的一个园区里面。那时候我们在那个算在园林啊，那个园区里面公演，在好像在过年的时候公演的啦。过年弄个 P A 用桂林游乐场，初三、初四、初五连续五天。见面会跟观众朋友见面会。大力的相片，没有还有其他的啦，还有其他，但是一天平均车超200台游览车啦。吓死人，拢是来看济公的呢。对。都来看我们整个厅啊！哦，你看，万人空巷。对，好，谢谢周大哥。其实哦，我这一辈子最遗憾的就是讲，我唔捌看过因爸爸本人，因为咱谐星嘛，谐星弄一个偶像哦，讲就希望能够有一天能够跟他爸爸。我爸爸真的私底下都很好笑，真的哦，真的这样子。哎，就是我是唔惊有无？啊，伊边刚刚开玩笑啦，就跟他讲话哦。橘岩石橘子当中，马杰龙加喝酒，喝酒。爸爸也很会变那个魔术，那个一个桶子有没有？然后10块钱，对，就变一桶的10块钱。比方说以前是5块钱、1块钱嘛，那一个这样。哦，他好像会这样一直拍，一直拍，然后就钱一直出来。没有，他就这样子放着，拿哎这里，拿十块就让你看，然后放进去，砰，就一个桶子装，一个桶子，铁桶有声音嘛，砰，放进去的嘛，对不对？哎，又拿。要放，哎呀，好厉害！那时候你家很有钱哦，你爸是每天都这样变钱。那个都是零用钱啊，他是手法好厉害。那你拍济公有没有遇到什么好趣好笑有趣的事情？除了上次有一个小朋友那个，还有一次就像就是引流引供啊，没上没引供的嘛。然后啊，因为我们拍一拍都很久，那一挂民间坊间哈，一挂观众朋友啊，对咱的迄个崇拜有无？迄个崇拜的心态，就像咱他看看相片同款。有一届伫中和圆通寺内底，啊，圆通寺毋是要爬起就足侪迄种诶楼梯诶，啊，4、5点就足侪一挂阿婶啦、阿公啦吼，一挂诶长者有无？伫遐运动啦吼，啊，遐行散步，啊，做外单工啦，无啥吼，安尼。通常我们都5点半，都6点、7点，差不多8点就要开拍了。对对对。哎，那个时候他们也刚好要回家的时候。哎呦，要回家。然后我就走上那个楼梯啊，走，然后就穿济公衫啊，穿啊就提开始安尼去，啊，差10几个吧。差10几个，有迄个弥勒佛，即个左手边，依咱这边看是左手边，行出来你知无？行出来我就安尼行，啵啵啵啵啵啵啵，一拢跪跪落去。什么呀？一拢跪跪落去，你知无？拢跪落去。对啊，我来甲拍一招，嘿嘿嘿，还要行哩未？我来看咧余光来看咧，嘣嘣嘣嘣嘣，10几个拢跪落去。好像电动玩具哦。10几个跪落去，你是败啊！这公主啊，好炸哦！那太炸了，哎呀，真的。所以呢，这个你看啊，宗教的力量真的很可怕，很可怕，很可怕。你看，然后还有我们的娱乐，像演唱会，还有政治人物的那一些，哇，这个都很恐怖。对啊，所以要非常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，真的影响力蛮大的。你说那个在庙前面拜，我那走到高速公路要上高速公路的时候，在马路上跪在地上拜，跪在我车子前面拜。你有没有穿戏服？我没有，我是要上高速公路。在等红绿灯，他在卖玉兰花，马上拜跪下来拜，对他要卖给我，我把车窗摇下，啊妈祖，买车车修得住一百，他就把那个玉兰花的篓子放到我车上，他就跪到地上就开始给我拜，啊已经绿灯我要走都没办法走，后面是叭叭
蚂蚁在喇叭。你说的是不是那个男的？对，那个男的。一个男的。对，卖玉兰花。然后总是会站在你们车前面，然后讲一些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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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就卖花的。哦，那个也，我来让他卖过一次，我也吓一跳。对呀、啊。他卖玉兰花很厉害。哎呦。然后会讲一些什么话，然后唱什么歌给你听，这样子。卖玉兰花卖到这样状况，我也被他拜过了，因为他说我长得像他死去的父亲。神像哥，来，今天要唱好听的歌曲。来，因为他是妈祖，你爱唱金门的嘛？金门的牛龙高胆子，掌声鼓励。大家来做伙，烧酒饮一杯，好哒啦，好哒啦。看着风景，提着吉他，双人牵做伙，为着生活流浪到淡水。想起故乡心爱的人，感情用这高，才知影痴情是第一戆的人。烧酒落后，心情轻松，握住放耳塞，往事将伊当作一场梦。想起故乡心爱的人，讲伊放袂记，流浪到他乡，重新过日子。阮不是伊爱的我，阮只是环境来拖磨。人客若叫阮，风雨嘛着行，为伊唱出留恋的情歌。人生苦苦起滴滴，不免来烦恼，有时袂易，有时也袂平。我来赚着金也欢欢喜喜，斗阵来做伙，你来跳舞，我来念歌词。有缘无缘，大家来做伙，烧酒饮一杯，好哒啦，好哒啦。我昨天在车上学。哎呦，朗朗上口的一首歌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周大哥的分数，评审请举牌。第一位陈真宋学生，十分。第三号学生呢，十分。魏素贞小姐，十分。谢建农先生，十分。哎呦，满分呐！这里要攀比，攀我杠的对啦。对，我们谢谢周大哥。我们来看一下总成绩，来。侯丽芳小姐39分，二号选手梅长芬小姐33分，三号选手周伯君大哥40分。好，所以今天冠军是我们的周伯君。好，我们邀请陈真宋先生为我们官方冠军请辞，欢迎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哎呦，可以获得跟菩萨有关的文殊菩萨黑玉髓手链，让你在今年参与国际健康品牌节好运旺旺啦！谢谢。同时，今天的观众朋友也可以获得红玉髓五色线手链，让你消灾解厄、永保安康。谢谢三位，这个我们的神仙朋友。还要谢谢今天现场观众朋友以及我们的学校会员。平常每天半个半个月呢，香港就让大家来学校，到底来揭晓。拜拜。谢谢。